的时候，我的心是不紧张的，我的身体是自由的，可以了吗？这身心呢、啊，我不跟你争抗的，不跟你争抗啊！你抱着我，我跟你争抗。我刚刚说过，你这不是摔我了？请问我的手是不是有用力？嗯嗯，身体是不是？嗯嗯，这一点都有力啊。嗯，那我这四点通通没有，你抱吗？我是不是自由走了？我又这样转了，我这个手是不是这样了？哎，这样呢，我就这样了。你看，我就这样，你还能带我的？因为我这个可以这样嘛，好像我在打假的。实际上，你的作用连走相生，你就打三下都没有了。嗯嗯嗯。因为你去捏那个软的布，可以摔得走吗？那个细胶，那细胶是因为被动，可是我们有个主动的灵啊。你捏细胶没有，它砰，它那个是主宰在它哎，这也没解答你的问题。这要试，那我一抱着你呢，那你往下硬。我说过，你心不紧张，身体是屈伸开合，要听自由的，你不是一下就往下沉了。来，你们你抱着我，你们先生，是、啊、这边是不是有力？啊，不是要你推我。我说过，你们一下沉这个就有力嘛，跟他抗争。太极拳是什么？我就沉，来，出来。这样子是没办法。屈伸开合，你怎么弄？其实我也就算了，是你自己在难受，我就算了，我这又走了，那你不是完了？这没办法。我可以屈伸开合，请感觉自由，我的手脚去任何地方了。嗯，擒拿我也不怕，摔跤我也不怕，踢也不怕。为什么你踢我？来，你踢我，我这一挡，它很重啊。问题我不紧张，你踢是这条线，我这样就踢我不到了。他们 system 吗？不是这样吗？来，你踢我，这样你还能怎样，大哥？我也不要用力了，我这样一拨你就走了。我是不是顺着你的？你踢我，这个已经踢不到了。谢谢，我帮你系鞋带。因为你要踢是踢死目标，我刚好一弄，抬着我也不要用力，我高兴做啥就做啥，对不对？我这样一放，我就进步，我就揍你了，怕你踢干什么？那一定是一个不紧张，心气沉着稳重，不紧张，安定。然后你的空间，你才知道你这样踢，你这样踢踢到了嘛？你就踢我一下，踢，轻轻踢到了吧？然后你才可以踏步上来，借到我的力一踏，有力了，你往下一踏，这个就打我了，对不对？你会借到我的力啊，那你借不到呢？踏嘛，你是不是一碰就没有了？来，我转，哎，嗯嗯嗯，没办法，只是，好，懂这意思啦。目标是活的，我常常说，我哪有停到，来，你停到了，他们常常表演哈，这一段不要录起来哈。